我们看一下附件，附表，先看主表。主表我们刚刚做好，对不对？记得我们都还没有做什么最适栏宽。做好最适栏宽之后，哎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原来我是要合并的。OK， 我是要合并的。好，而且合并之后要怎么样？好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合并了吗？OK， 好。靠左，对，靠左，左右不分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麻烦你把它弄，哎，你看这边也没有是靠左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我按哪里啊？下面那个角度。下面那个。啊，下面那个，对，对啊，我都认为我做了啊，结果还是没做到，所以呢，你们还是重新做吧。OK。我搞不清楚啊，我认为我做好啦，所以我一直说要检查、检查再检查的意思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你做好之后呢，麻烦把它框起来。哎，这边合并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我们这边要做合并哎。对。对，那我们刚刚这边是做错的吗？跨栏之中，这个要之中，然后这个要跨栏之中靠右这样子。好，我懒得打喽，好。什么东西？你要再弄几次走。自己没有做好，什么东西？字都弄掉了，我把字都弄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当掉了、欸。人家点字中本来就字中的、啊。我当掉了、啊。好，我先把它框过去好吗？复制，好，我这边只做生哦，其他的我没有做哦。好，那直接贴上，贴上是贴上什么东西呢？像这个吗？看一下啊、哦，直接把错 B 贴上就可以了。好，框起来之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版面配置自动调整成视窗大小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已经自中了嘛，那你就框起来，它是文字方块，它是文字方块，而且文字方块之后你要去做阴影，阴影在哪边做？是在这个地方。框线网底看萤幕，框线网底这个地方有框线跟网底，它是框线，它是套用到储存格，不是哦。它现在我们现在这叫做文字，我们的阴影，我们现在在做阴影，阴影不是套用在储存格，阴影是要套用在这个文字的阴影，所以才会变成这个东西哦。看一下有看到，如果你用到储存格的话，会变这样子，这样不对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做这样子的，再一次哦。到你按右键应该也可以吧？右键在哪里？框线及网底，好，按右键也可以。好，这记得是文字阴影这个地方，这样子，这样才会变阴影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？你们真的太现实了，不是我在说你们，太现实。会了，会了。对，来，太过分。老师来说你是垃圾。谁是垃圾？你没说你是垃圾。想死啊！我没有讲啊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先，这全部都是中哎、欸，对啊，对，全部都是中，好，全部是中，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，我刚刚这地方做错，你都没有发现，你们根本就不甩我，对，全勤，再一次这边，冒号，这样子的，好，框起来之后呢，复制，直接到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做好之后，直接空两格，一二，一二，空两格 ，Ctrl V 贴上，贴上之后框起来，再做版面配置，做自动调整成视窗大小，这样才对。OK， 那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是用 Auto 加 Print Screen， Auto 加 Enter 嘛。如果你当初你那时候不做，你那这边直接打一个 Enter 下来就可以了。这就是 Auto 加。Enter 下来的假，这叫假段落，所以它是往下的。我如果用一个 Enter 的话，是一个真段落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那其他的框线你们就自己做了、哦。OK， 好。